位同学大家好，这是 Dr. T AKA 看你老师。今天我超级他妈的兴奋的，因为这是我有史以来我的频道当中请到一个最大牌最大咖的一个嘉宾。那今天这个嘉宾到底多大咖呢？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呢要邀请这位嘉宾来我们的节目呢做几件事情，除了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现在自己拥有的一台车子以外呢，我们呢今天也会教他如何用英文撩妹，好不好？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眼福的一集哦。所以呢，讲到车子，这位车主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车友。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哇塞，没错，也就是我们的大 G。 而且呢，这位车主的大 G 他的这个车色跟我自己本身的车色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相信呢等一下跟他聊到这台车子呢应该也很多可以聊，好不好？好啦，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我们的馆长。 OK， 大家好。 Oh my gosh， 馆长老师好。先跟你来个友情的拥抱。 OK， 再次我要再次感谢你一下。其实呢，当时我们馆长他其实平常有稍微的在关注我一下。是，没有，不要这样讲。有干。然后呢，那时候馆长因为在他的一个直播当中，然后就是有 shout out 我一下，让我从本来只有几万个点那个订阅率，突然变到30几万。那么夸张。在此如果你叫我现在帮你来一下，不行开玩笑开玩笑。不过馆长再次欢迎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 say hello 一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馆长真的是我频道当中熊大开一个嘉宾，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他馆长最近身体好吗？好 OK， 那个旧伤恢复的5566啦，5566啦，就是还是会痛，是是是，但是 OK。 好啦好、不过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馆长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来支持一下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来找馆长有几个任务。第一，我知道我们馆长其实也是一个大 G 的车主。哦，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开 G， 我们今天呢就是透过一个车友的方式是认识一下，然后也顺便呢跟大家讲一下大 G 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 okay。 然后也顺便呢，也就是跟大家说，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机会来聊一下我们馆长成功的这些秘诀，好不好？是。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一台消光黑的 G。63，与其我自己介绍，让我们馆长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OK， 这个是比较新款，应该是最近目前还没改吧？对，它就是算最新款的 G63。对对对。然后我买的时候是顶规，什么夜色套件，什么消光套件，然后我配的就是最顶规的这样子。以台湾目前来说，总代理的车来说，就是最高就是这样子。就是、這個。那当然嘛，如果你要更高，就是要买 Bubbles。对，那个车我们也买不起啦，那个太可怕了，而且重点是你也买不到哦。是，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有办法、有钱，对，才买得到。对，有管道，因为那一台才全球全限量几台而已，50、60、70、80台。是。然后它又有什么700、800、900？对。那台湾能见度真的低了，大部分都是做改装。是。像老师好像也是蛮熟悉他们家的改装。是，我自己也用了一个套件，就蛮类似那个感觉。但是呢，说真的，我自己那一台跟你没得比。我们是不是可以靠近一点来看一下？再次强调一次，其实馆长的这一台大 G 呢，是我们台规版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美版的呢，它下面是有一个保杆。对，但是我们呢台规版的呢基本上进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保杆，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台规版跟美版的这种差别。你为什么会选消光黑的？因为我的车都是黑色，然后我一直想要拥有一台消光黑，但是因为之前的车都蛮不适合消光黑，比如讲说我以前有一台 S550，我觉得那种车消光黑就失去了它的那一种经典版，对，它要亮黑，因为它才会比较凶。然后再来是买那个新漆嘛，大漆，我觉得也好像配消光黑，车变比较小台，怪怪的。这次原厂真的有这个消光黑，所以我才选这个。是，不然我们要出去贴膜嘛，贴膜其实不是说不好。我个人不喜欢，对，因为他们湿啊，在那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原厂的出，刚刚好，所以我觉得我就喜欢这个。其实讲到我们这个馆长自己的大 G， 他的消光黑的颜色跟我那台是一模一样的。是。那个我们摄影师靠近一点，你看哦，其实我们大 G 的这个消光黑漆底是有一点绿绿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照出来，我那一台自己的那个消光黑也是有点绿绿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大 G 消光黑的一个特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我其
其实如果钱够的话，我也会买这一台。那就是小弟没有像你这样子发展的这么好，所以没有办法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台大概的整体的样子，就像我们那个馆长他说，他有那个 night package， 就是说所有该消光的全部都已经消光了，包括旁边的这个侧面的这种防撞条，全部都已经消光了，连我们左右的这个警示灯，全部呢也都是熏黑的处理。所以这台车子基本上呢，该有的这些选配，我们馆长全部都选到底。听说这一台大 G63 是这一个版本，这一个选配在台湾如果用到好，大概要多少钱？980多万。那如果你贷款嘛，你因为我们车一定贷款，贷款加一加应该就破千了。真的？对，利息啦。但是它好处是，如果你现在拿去卖，其实我很多玩车的朋友，他们都在问我说要不要买，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少在开，我都买回来放着，然后问我要不要，还加价。对。还要加价，就是完不是新的哦，就我现在的公里数，其实我各公里数没做，然后还要加价买我的车。对，因为现在你等一台大 G 基本上2年起跳，好夸张哦，就没办法。在美国也是这么的一个状况，这一台车子不是只有受到我们台湾人的欢迎，其实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台车。我所谓的指标性，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把这台当作梦想车。这台车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因为我本来开野马嘛，自己买的时候开野马，后来买老板车，老板车买多了之后，我就有小孩啦。对。然后我就开 X6， 那 X6 我换了两台嘛。你去看休旅车，就是这台就是最棒的，最棒最棒的。然后也是男人都说，每个男人都要有一台 G， 大家都这样讲。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哦，看来看去好像就是这一台。对 SUV 来说，然后它又越野能力又是最强最猛的，很强。当然现今啦，对，有另外一个他比较喜欢乌鲁斯。是是是，但是乌鲁斯因为它是比较跑感，对。那我认为我不需要那种，我需要这种。你去看那布伦特，它就是那个死样子啦，就是迷人的，就是那个四四方方。对，我跟他讲说像个火柴盒嘛。对 对。然后阳刚到爆。对，真的。然后跑车现在很流行，像我之前开X6也是改的，也是很跑感。对 对。或者像现在多了嘛，比如讲说我刚刚讲乌鲁斯，或是说所谓的保时捷的，甚至保时捷还有出两款，卡宴，对 对。卡宴跟卡宴的 coupe， 对 对 coupe。那的确这个车真的。就是很适合看不腻男人开，对，然后他不管你什么年纪，对，下车就是会有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好 man， 有一种那这个女孩子开，像我老婆这台其实是她的啦，哦，是，然后她要，所以我就，那其实我老婆女孩子开这个车味道更有，像你老婆开你的车出去应该是。对不对？哎，害我差点又生了一个小孩。我觉得这台车子不管是在男生开或者是女生开，都有不同的风味。那说真的，下车啦，吼，从这台车子下来，不管是你乘客还是就是驾驶者，下车真的是满满的面子，满满的场面，吼。好啦，不过讲到这一台G63， 我们大概都知道，我已经在我的频道介绍非常多这台车子的规格，不管是它的 V8 引擎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一种有没有马力数也好，我们都已经介绍到烂掉了。最重点，除了这台车子的车价以外，这个税金是不是也是缴起来非常的累，非常的吃力？因为其实我的车都大型技术，所以也都习惯。因为我的车每一台都8缸，所以也就习惯。了解了解。对，反正就是妈6、7万、8、9万，反正永远都是这样子。就大概是这样子。就差不多是这样。了解了解。好啦，不过呢，今天呢，我们呢有机会就是专访到我们馆长，也要看一下我们馆长上这一台大 G 的那一种气势，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自己开一下自己的这个大 G 上去的那一种感觉？哇塞！反正就是，应该你平常都坐后座。我老婆她会开的时候，我就给她，她自己她喜欢自己开车。哇！对，我们看一下内装好不好？摄影师，内装也是双色 two tone， 非常漂亮。它这个可以选的都基本上该 carbon 的整个饰板，全部都是 carbon 的，该 carbon 的就是这样。哇塞，好漂亮哦！你觉得你有开过上一代的 G 吗？我有去看过，但是的确这新一代的的确在视觉感上面，就是它整个豪华感上面有提升了。对，它好像故意把它做的跟，因为我有 S 的车嘛。对对，真他妈有够像，因为 S 版的我也有。对，所以它有点像，有点在跟进，对，它的 S 级的，对对对，因为它这个车架的确要真的要跟啊，要，你可以听着一个古典音乐，然后在那种 off road 在越野的，在沙滩上这样跑都没有问题哈。这个也是难得浪漫的，未来几年可能你再也买不到这辆车，再也听不到8缸的引擎的声音，因为未来10年应该都是电动车的世界。好像
其实宾士好像他有出两年前，他有出这个的电动车，有发表一个 EQG 还是什么？对 EQG 未来会变那种感觉。他连这边都变什么灯条会亮？对。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帅，还是没有那一种引擎哦咆哮的那一种。其实你开它，你也开了嘛？对，你就是要听它那个激发声音，真的是就真的爽。这个一发动起来，那个声音有没有？我们的 V8 引擎在那么啰啰啰啰，那个声音就很爽。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馆长发动一下，能不能吹一下那种感觉，好不好？来。那个排气管阀门要打开哦，吹的。哦，今天开这台车子是我们馆长，靠北那个出去，我看那个梅亚都真的是冻北漂。讲到梅亚，其实我们今天有安排一个桥段给馆长，我们想说难得邀请到这么大咖的这个嘉宾，一定就是不行亏待他。我们今天呢要教你几句撩妹的英文，然后英文破啊，没关系，今天有我以前是当英文老师的，所以我会把你教好。等一下呢，我们会让你实际操作、实际体验用英文撩到妹，好不好？哇，同学们，我跟你讲，我坐过很多人的车，好不好？然后但是呢，从来没有坐过馆长的车，而且我跟你讲，有几个人可以坐到馆长的车，没在开玩笑的，好不好？馆长再次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子跟你一对一这么近距离的聊天哦。其实说真的，我长期的这样子 follow 你，我觉得真的是很崇拜，因为不只就是说你的这种人生的哲学，或者是面对这些挑战，你都很有自己的一套。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的频道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年轻族群，想说特地的在这个桥段呢跟你聊一下，就是说当你面对到，因为我也知道常常有很多酸民攻击过有的没的，是，你面对到这样子有没有周遭的舆论批评的时候，你都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因为其实也在做网络的，像你也是嘛，对，像总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对，他其实看久了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笑话，我会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我要做出更好的内容，或者说我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对，我也常跟大家讲，有时候一种仇恨值，它是给你动力的，就看你怎么想，我们要把它化为自己的动力嘛。对，我还是建议大家现在的时代哦，就是要把这个化为动力啦，没有什么，平常心，对，要继续走下去。这时候我就要套出一句哦，这个经典名言是，就是这是其实来自 Michael Jordan 乔丹呐、啊，他曾经说过，其实每一个酸民哦，每一个对你的批评都是一把火柴，他如果丢进去你的动力的那一把火，会让你燃烧的更旺。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馆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概念，这种哲学就是类似的这种，是、哦、那再来就是要问说，哎、欸，我们馆长其实生意做得很大，对不对？不管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健身界啊，其实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其实近几年你如果有在观察我们馆长的整个趋势，他其实带动了整个我们台湾的这种对、就是台湾人民对这种健身啊，还有就是说保持健康的体态一个很好的影响人物。是。再加上呢，其实我们馆长在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生意在做。那我想说，是不是也趁机，这是我比较私心啊，趁机就是请教你，如果要怎么把事情做大，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提供给我们自己的这些观众参考一下？应该是说从每一个人做生意就一样嘛，包含你现在想要做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绝对是会怕，那其实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坚持，一定是从小开始做，你做的每一样事情你从小开始做好，然后重点是非常多人忘了这个重点，你说没了就没了啦，没了可能失败了可能做不起来，从你再开始小做起来，可是如果有你就开始赚到钱的时候，这个就来了。对，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得意忘形。包括我现在也还是很努力在做啊，今天就甜了。做生意真的是真的蛮累的，你就要第一个身体力行嘛，第二个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赚到钱了，你就把它拿去玩。事实上你没有玩的本钱。对，因为你要做更大，你就赚到的钱就是要拿去再投资，或是再扩大你的生意量。它、啊、其实这做久了，它就慢慢累积，它就像一个雪球一样，你知道，一开始很小颗在滚，对，金流就是这样子。是，那你越做，你越做赚钱再进去赚钱，它就会自然越滚越大。可是你要赚非常多的钱，其实是也是有限，因为其实你所有赚的钱都在里面。对。所以你这个有点，其实做生意就像真的很像赌博啦，只是它比赌博来的稳定。赌博是未知数嘛，可是你这个如果你玩输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哦，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做生意就是要第一个敢冲，敢冲的意思不是叫你白白吃冲，是要敢去做。第二个就是你要守得住，第三个就是你什么事情，就算你位置再高，你现在可能一个员工、十个员工、100个员工，哪怕是未来，你都要
本持初衷，你就是要很努力去做，而不是反正我现在已经到一个程度，我就怎么样。其实程度真的非常多啦。我在人生的阶段，我做生意从没有电商嘛，到一间健身房，两间，四间，嗯，六间，现在叫七间，然后到电商，从一件 T 恤到现在琳琅满目，嗯，其实它真的很辛苦啊，对，而且风险极大，嗯，因为当你开始付薪资的时候，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当老板，你要从你绝对不要认为当老板就是一个轻松爽的，你以为的那种老板，其实不是，这样不会成功。当老板真的就是要比员工还要辛苦。嗯，员工还要累，人家员工下班了嘛，你永远没有下班的那一天。你回家了，你躺在床上，你脑袋还是在想。对，就像老师也一样嘛，你怎么样想，做 YouTube 也是一样。很多年轻人想要做，那有这么简单？你还是回家想说，我要怎么样才把我内容做的？对，会啦，那也是很烦。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努力啦，稍微分享，反正就是要很辛苦，永远都要保持勤劳辛苦的那种。无论你是当到什么老板。你就是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永远要保持那一种有饥饿的感觉 ，you never satisfied， 你永远不要有那一种哦我吃饱的那一种感觉，就是永远保持很饥饿。我相信呢，周边有很多的机会，你只要遇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准备好了。再次强调的是，其实馆长平常在他的直播或者在他所有的频道当中，都有分享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给所有的观众看。那其实我觉得常常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去我们馆长这边看，然后就觉得就一直注重在一些娱乐的效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馆长他今天有办法到这个地位是有原因的。那我也希望呢，所有追踪馆长的这些粉丝们多多的去注意我们馆长他平常分享的这些哲学，我真的相信会对你很有益啦齁。好啦，不过馆长那个最后一个桥段，我想说那个我听说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以前也有学过英文，是不是？就学个几天就又懒得学，因为我觉得不像学生时期那种对感觉。当一个大人之后，因为好像很特别辛苦，学语言特别辛苦，是啊，特别不绕，不特别讲了这个绕塞。我常在我的直播上面讲一些绕塞的英文，就是管式英文，然后我的观众朋友说你公阿小。对，所以有时候也是好玩啦、啊、就好玩而已，就乱讲啦，其实真的是不会啦，没有老师讲那么厉害。没有。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地的来安排一个桥段，也就是以前我也是教英文的，我是教语言的。那我想说今天透过一些蛮有趣的方式呢，让你学几句撩妹的句子啊。OK， 好不好？你有看到今天我们老师准备的这个美女，有两位美女在现场，是真的是蛮凶狠的啊，真的蛮凶，还可以啦。对，所以大家就是把重点 focus 到这个凶狠的这个观众福利，没问题。Okay. 那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我先教你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想要仿照，你有看过我那个特色咖啡的特辑吗？就是我开车去买那个咖啡，我们今天就是仿照那个剧情，然后就是说呢，你直接就是开车的人，然后呢，我们今天会请我们频道里面一个蛮厉害的女嘉宾。来担任你练习英文的对象 ，OK。那我在旁边指导你，这样可不可以 ？OK。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女嘉宾进来，来，让我们欢迎 Hebe。馆长，这个可以吗？可以。在那个频道前不能讲太多哈，因为我们那个老婆在看。是。好，没问题。哎，馆长，通常我买咖啡的时候，我整个手臂都会放在我们的那个车窗旁边。你是不是可以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摔摔，那我摔摔。好 ，Hebe， 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强烈攻势。Hello, handsome. Wow, look at this muscle. 哎呦 ，Wow, so big. Oh my god. 首先呢，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美女对你已经有兴趣，所以基本上你已经80%入门了。那现在你就要直接说一句 ，Sup baby. Sup baby. 哎 ，Sup baby. Sup baby 是什么意思 ？Sup baby 就是说 Sup。What's up? 对，就是说如何啊，宝贝。OK。好，那我们再一次，这一次要用比较低沉、有磁性的声音，然后呢，眼睛呢，看他的时候要微微的。我怕这个视线这个太危险。没有，你看我眼睛，看我眼睛。他这个太危险。没有，看我眼睛。Sup babe。Hebe 怎么样？他怎么样？很好，发音很标准。不错，对不对？对啊。馆长很有吸引力哈。对啊。好，那这时候你就说，因为他已经摸你的手，他觉得你很壮，对不对？你就直接说，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哎、欸，不是啦，你这样讲有点变态的感觉。你要直接跟他讲的就是比较有磁性、比较慵懒的感觉。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我们请馆长讲一下。你这样讲起来更猥亵、啊、你这样 慢起来好像更有那个暗示性。不会，就是要这样子，没错。好，我们再一次啊。你说 Are you？ Do you like it？ Do you like it？ Yes， of course。It's so big。这时候就要跟他说，我全部都给你。I will give you all。I will give you all。Oh my god！ 哎、欸、，Hebe， 我先问你一下，你现在呢看到我们那个馆长这样跟你讲这几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直接晕了，直接晕了，直接晕了、哦。下一句你就要说，你几点下班 ？What time you get off work？ When you get off work？ Anytime for you。哎呦！然后呢，你就直接说 I will pick you up。I will pick you up。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这样子点一下他的下巴。下巴。对，一定要做成这样，这样会被离婚。造成婚姻问题。不会，做效果，做效果。是做效果。I will pick you up later。要这样。馆长过关了 ，high five 啦！然后就离婚了，然后就离婚了，等一下就上报纸了哈、哦。Hebe，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馆长有没有吸引到你？脸红心跳讲不出话，脸红心跳讲不出话，是不是？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馆长今天呢特地的抽空来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节目，然后再次感谢你呢，今天也就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些人生成功的秘诀。Okay. 最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观众说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运动，然后可以都把自己身体顾好，然后健康，然后训练。喜欢玩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兴趣啦，也是非常好的兴趣。然后也多多看老师的频道，可惜没有办法去开枪，随时西雅图随时等我们馆长去，好不好 ？OK， 对对对，再次感谢我们馆长。我觉得今天馆长呢，在所有我们的这一个节目当中，在我们所有的影片当中呢，真的不止跟我们分享这台车子，他对这台车子的情怀以外，还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做这种大事业的一些这种秘诀。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记得同学们看到今天我们馆长所跟你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啊，记得好好的记一下，然后呢，在你们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也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再次感谢我们馆长，然后呢，让你的英文呢也增强了一点，对不对？以后去西雅图的时候跟我去喝咖啡，相信你用今天的是 I will come pick you up later 就一定可以的，因为我常常用这一句 ，OK， 好不好？好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让我们的馆长来盖一下节目，拜拜。Bye bye